迎大家收睇《风生水起精读班》。师傅啊，有观众朋友问咧，咪话无名指下面有个星纹嘅话，就有二机会中奖。冇错。咁佢想知道咧，其实系多买多中啊，系点样噶？多买多中，少买少中，唔买就唔中。不过我都唔知佢几时会中，只不过机会率高啲咁解啫。哦，即系如果佢有星纹嘅话咧，就中嘅机会率都高啲。冇错。仲要左手30前中，右手30后先中。嗱，我而家有个右手喺度喎。系。见唔见呢、這个？呢、這个星纹系有个星纹，嗱，我一画你就见啦，好清楚。嗱，呢个圈。嗯，见唔见啊？三画好清楚个星纹啊！不过呢个人喺右手嘅，佢而家未到30岁，佢中唔中我都唔知道，而家暂时未中。咁我想问咧，会中几多次噶？佢中总之个星纹一日唔消失，佢都一有机会中嘅。哦，即系有机会就冇话中一次就冇噶啦。唔系噶，我上次个例子咪话咯，85年中咗20多万，跟住早几年中咗1000多万，跟住而家做康间啊嘛。佢总之一日个星纹唔消失，可能都可能翻到身噶。希望佢再中多一次啦。系啊，不过记住，星纹系讲幸运噶喎，唔包括赌博噶喎。咁即係點啊？即係買抽獎先至有用，賭錢就冇用。你唔好話你有星紋，哎呀買股票又會贏啊，賭錢又會贏啊，千祈唔好無啦啦見到個星紋出去賭錢，輸曬都唔關我事啊。哦，即係其實有星紋係抽獎有運，係啦，幸運嚟嘅。咁彩券嗰啲就會易中獎。冇錯。哦，咁我上堂咧，好似教到木星優人喎。係啊，繼續，而家好似教土星優啦喎，即係我出馬啦喎。你係土星優啊？係啊，土星優咧就我嘅主優嚟嘅。土星優咧就有平衡力。同埋求知欲比較強，不過人咧就中意孤孤獨獨，唔中意熱鬧嘅，所以我從來唔慶祝就咁解啦。咁就單係土星優都唔夠嘅，要其他優輔助個人先容易成功噶。咁如果土星優配埋有木星優，咁首先木星指要夠長啦，係咪？咁木星指咧就係領導嘅手指嚟嘅。咁如果土星優學術追求，再加埋木星優嘅領導，佢咪可以喺學術方面做一個領導者咯。我都算呢行嘅領導者咧，掛學術啦。即係做老師會教。係啦，仲容易領導者變咗係帶得起呢個行業，或者比較出色嘅人啦。跟住。配太陽優啊！我一定有太陽優嘅特質啦，係咪？太陽優咧個人就比較浮誇，所以就浮誇啫。好係乜嘢啊？儀容整潔啊，即係好似我哋太陽優咁樣啦，儀容整潔。即係桃花眼咁。桃花眼啦，儀容整潔。咁同埋咧，太陽優就講名譽或者係地位嘅，唔係講名譽係追求名嗰個地位，唔係權力嗰個地位。所以呢個太陽優同呢個土星優咧，其實出現矛盾嘅，因為土星優係唔中意熱鬧，而太陽優好中意熱鬧，又樣樣識少少扮代表噶嘛。所以其實兩個咧就有衝突，好少太陽優成為土星優嘅副優嘅。哦，即係佢兩個好少會咁樣一齊出現嘅。係好少嘅，唔啱傾嘅兩個直情。咁跟住水星優就講係理財啦、商業啦、科學啦，或者出名嘅律師啊、商人啊，好似我哋啊毛仔咁樣，一個 point 就可以講好多好多嘢出嚟，借題發揮嗱就係呢啲啦，能言善辯，衰嘅咧就假話，中意講大話呃人啊，講大話呃人，好嘅咧就代表個人有口才。咁如果土星優嘅人喺學術追求方面有水星優型嘅配合，咁佢咪唔使做一個窮教授咯？佢可以喺學術方面揾到錢咯，又或者講嘢嘅時候冇咁悶喎。你知人有啲人教書好悶嘅，以前教我睇掌嗰個都好悶嘅，佢日日拿住一本大書就喺度讀嘅喎。今日讀到邊頁？佢讀，係咁樣讀1個鐘頭喎。我足足喺度聽佢讀咗25個鐘頭，你話幾慘啊？頂咗25個鐘頭。如果我唔係土星優嘅人啊，一早瞓咗覺㗎啦。所以如果加埋水星優幫助教書，就冇咁悶啦。咁呢個火星優，上火星優係堅忍，同埋呢個土星優大家一樣嘅。所以咧，如果你上火星優發達，就算成為呢個土星優嘅副優都好啦，係完全冇幫助。冷靜再加冷靜喎，咁樣即係好冷靜，又冷又靜咯，冇用。嗱，呢個下火星優就有用啦，因為下火星優嚟進攻噶嘛。咁咧，將呢個土星優隱居山林嗰個念觀念就會打破咗，等佢重出江湖，喺個江湖發展就佢個學術就用得到啦嘛，係咪？因為土星優如果真係純土星優嘅人啦，好多係做啲山林隱士。或者大宗教家，甚至乎咧覺得同神仙可以溝通嗰啲人，就是土星優啦。咁有咗呢個火星優咧，變咗佢入世方面咧就好少少，唔使成日遁跡山林啦。太陰優就係佢敵人啦。太陰優係幻想不切實際，疏疏地情緒唔穩定。咁呢個土星優嘅人
本身係情緒好穩定，係控制到情緒噶嘛。有太陰丘基本上咧係好少會一齊存在嘅，同埋土星丘人咧係長得比較係窄嘅，好少太陰丘會飽滿，所以成為富丘機會唔係好大。金星丘成為土星丘富丘都唔啱嘅喎，呢個就熱情，呢個就冷靜。咁究竟冷靜定熱情啫？所以呢個咧金星丘好少成為土星丘嗰個富丘嘅，因為大家係打交，唔係好啱傾嘅。即係冷靜與熱情之間。係啊，因為呢個就好熱情啊，好有愛心啊。呢個人咧好似我咁木口木面，冇乜愛心啊，對一切嘅都覺得人就係有生有死就正常噶啦。呢個就唔係死咗隻蟻都喊得餐嘅。所以兩個唔同嘅人。係。跟住太陽丘啦。太陽丘咧，好明顯咧，有條太陽線，太陽子比較長，皮嗰、那個三角掌皮紋喺正太陽丘之下就是太陽丘啦。咁太陽丘個特性咧，就有係戲劇天才，做戲特別叻嘅喎。同埋個人咧，樣樣嘢學嘢特別快，不過識少少扮代表，因為佢唔係土星丘啦嘛。土星丘研究一樣嘢咧，係好專注嘅。太陽丘研究一樣嘢係唔專注，全部都係識個皮毛，所以同人傾嘅時候咧，樣樣都識少少嘅喎，所以好容易成為群眾嘅中心。不過太陽丘咧，一定要其他丘配合先有用啦。尤其是如果太陽丘有木星丘嗰個配合，佢就好有用。尤其是如果係演戲方面，加埋木星丘嘅領導才華，佢可以演主角喎，係咪？即係演藝事業嘅人，通常太陽丘就有幫助。太陽丘直情係演藝嘅丘嚟嘅，有兩個丘係演藝，一個太陽丘，一個咧就係、是太陰丘，因為太陰丘都係講好多係幻想或者寫劇本啲人噶嘛。咁其次咧，金星丘就容易唱歌，所以三個藝術嘅丘：太陽丘第一，金星丘係唱歌，呢、這個就係幻想；太陰丘係幻想。太陽丘加土星丘機會唔大咧，係咪？不過咧就土星丘對太陽丘咧可以起好大嘅幫助作用喎，等佢個人唔使咁浮誇。有冇土星丘啊？你有啊，真系有。太陽丘浮誇啦嘛，如果多咗土星丘嘅平衡力，係咪等個人冇咁浮誇？同埋佢寂寞嘅時候，因為太陽丘嘅人咧唔可以寂寞嘅，佢好中意成為群眾嘅中心。咁翻到屋企時候會好悶喎。如果佢有土星丘嘅幫助，佢就頂得住孤獨啦。太陽丘有水星丘幫助，哇！呢、這個發達啦，做主角仲要揾好多錢啊，好識利用呢個藝術而達到自己嘅財富。尤其是如果你係做醫生或者係律師，你係太陽丘再加埋水星丘，你變咗個出色靚仔而揾到錢、口才又好嘅律師，哇！你話幾受歡迎啊？嗰個優點就係醫生。太陽丘有火星丘的幫助，因為上火星丘是堅忍的。太陽丘你從事藝術的人，你當你、由開始發展到成功的時候，可能個階段是很長的嘛。咁呢一個上火星丘可以幫助太陽丘度過一個很黑暗的日子，頂住頂住，佢未成功的時候有堅忍的能力。有上火星丘呢、這個就成功咗之後，佢就夠膽衝咯。未成功之前冇用，因為太陽丘係浮誇，加埋上火星丘攻擊，加重咗佢嘅浮誇，衰多兩錢重，更加黑人憎。好彩你冇上火星丘，俾我鬧兩鬧都冇事。記住啦，如果太陽丘加埋呢個下火星丘唔好嘅，加上火星丘好嘅。太陽丘加太陰丘，哇！呢、這個犀利啦！如果做演藝界嘅話，太陰丘係充滿幻想嘅丘，全部嘢不切實際嘅。太陽丘係一個藝術嘅丘，一個藝術再加幻想不切實際，佢咪可能成為一個好叻嘅畫家、畫家、小説家、創作。逢係有創作嘅人，先叫藝術啊嘛，抄襲唔係藝術啊嘛。所以我哋藝術嘅人唔可以少咗太陰丘嘅幫助。金星丘。同呢個太陽丘，大家都有幫助，因為呢個嚟唱歌，呢、這個就嚟表演，表演加唱歌，咁啊就好似我哋麥當娜咁樣，又跳得又唱得又做得，做戲好似唔得啊，又跳得又唱得，加重咗個表演，好睇啲啦，呢、這個靚嘅聲音，金星丘人個聲咧就靚啲嘅，太陽丘人聲咧都係靚嘅，兩個加埋。金星丘如果好嘅話，個聲都靚啲。冇錯，所以你如果金星丘飽滿，就算你唔係金星丘人都好啦，個聲都係好聽啲嘅，所以你見到太陽丘嘅人個。說話動聽啲，金星丘個聲又靚啲，如果兩個加埋就靚加靚。講住咁多先啦，下一 part 翻嚟繼續上堂。師傅啊，我嘅金星丘算唔算將啊？你個扁踢踢嘅手啊，呢、這個咁大個。